大家好，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下我的放养点。这个放养点的资源不怎么好，都是桉树，所以我放的不多，就20几窝，不到30窝。我放养跟野化是一体的，不是以前那种放在地上野化的。像以前的话，放在地上搞个水盆可以防蚂蚁，我这里防蚂蚁的是土这种东西，废弃的机油。但机油的话，它有效时间不长，所以要经常刷。只要能够撑过脱香那段时间，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了。像这种野化直接挂起来野化，比那种放地上野化的，个人感觉啊，植风存活率比较高，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东西。今天就带大家来看一下我的野化和放养方式。爱风爱技术，关注不迷路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抖音